主题为心胃有你，保我心胃健康讲座，教大家认识肠胃疾病。吉隆坡静思书轩邀请肠胃科医师廖宏瑞为现场民众解惑。很多时候我在看病人的时候呢，病人来见我的胃的问题，但是当我们在细心的问一下的时候，其实心都很多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当医生的我们呢，其实不可以单单治疗一个病，其实要治疗一个大我。原来我们的胃很多时候问题是出在于我们的心了，这个是我也是得到的意外收获。因为我的朋友中啊，都会有这些问题，时常有胃的问题。保持心情愉快是健康身体的关键，医师搭配图片详细说明，参加讲座的民众仔细记录。其实螺旋杆菌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会产生我们的免疫系统改变，除了会导致胃的问题之外呢，它也是会有一个叫做那个胃淋巴癌的风险。无论是我的身边的朋友，有时候会面对螺旋菌的各方面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收到的资料究竟是正确的吗？他们有时候看医生要吃药之类是正确的吗？但是往往找不到答案。但是今天是让我可以通过一个正确的管道让我知道这个答案，那么我可以把它，如果我身边有朋友是家里人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资讯告诉他们。透过讲座掌握正确知识，才有机会道别肠胃疾病，这才是最佳的防治之道。带新闻真善美之工何永康，马来西亚报道。那么这个奥斯呢？